说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共煮共食，对不对？对，大家一起煮，有没有一起煮饭？有嘛，对不对？哦，当然很棒。然后要一起吃饭，所以呢，不是大家先装东西了，是要大家一起都来了之后，哦，来，可以过来一点点，可以过来一点点，圈要更大一点，对，圈可以更大一点啊，可以进来，来大一点。谁是建明的共学伙伴？建明的好朋友是谁？这边。哦，好，来，请你站在他的旁边。冠军，请站在旁边。OK， 好，跟着你的伙伴一起哦。来，可以过来，让我们这边，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好，过来，一起在一起了哈。好，这里我们头先，好，首先哈，我们会先。只要是吃饭哈，我们共煮共食，一定要谢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一定会介绍主厨介绍怎么吃，这也很重要嘛，对不对？这怎么吃也很重要嘛，不然你等一下你夹了，然后哎，老师，我每天我哎，老师有介绍要淋酱，他好忘记淋了，那你就。可能已经吃下肚了哈，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子。但是介绍之前要先谢饭哈，然后谢饭的时候要感谢，你看感谢大地，感谢土地，感谢料理的人，感谢吃食物的人哈，感谢阳光，感谢土。然后老师要不要带一下？还是老师带一下？亲爱的造物主，感谢你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让我们共煮共食，还有让我们体验大自然。好，来看到每一个人很兴奋的，好，说阿爸这是我切的，阿爸我会学会这个，然后那种成就感，哈，我觉得看到你们有了那么崭新的经验，然后自己煮的食物，我觉得很欣慰，然后。我们祈求造物主能够降服我们这些食物，让我们每一个人吃了它，身心灵他们身心灵都获得保佑啊！感谢造物主啊，天主，Amen。所以呢，哈，谢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吃饭之前，一定要去感谢所有的一切，感谢阳光，也是感谢空气、氧气、水，感谢所有的一切的土地哦，还有料理的人，对不对？还有吃食物的人也要感谢啊，对不对？哦，这都很重要。好，那我先，谢谢你啊、对，那我先。宇豪很兴奋的样子哦，迫不及待。好，我刚刚说我们今天的主食是面疙瘩，对不对？所以在我丽丽老师现在已经来到了另外十二点钟的方向哈，十二点钟的方向在十一点钟的方向，这里有两锅的面疙瘩。那面疙瘩就刚刚讲的那些五行五色的那些木火土金水啊，然后这些颜色的食物，我们已经把它放到。锅子里头煮好了哈，那煮好的时候，等一会哦，有两大锅哦哈，那你等一会的话，就是捞一些汤到你的碗里头，然后再加上面疙瘩放进来，这样好吗？冰河小麦，冰河小麦是说是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谷物哦哈，那你要把这些很好的能量吃进到肚里的时候，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能量哦哈。好，那桌面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啊，刚刚。煮生菜沙拉的请，哎，不，刚刚面疙瘩的有料理面疙瘩的请举手，耶、yeah, ，谢谢他们。好，那再来的话，还有那个面疙瘩的配料的请举手，切菜的，切菜的，切菜的，哎，这边。好，那生菜沙拉哈，这边有调了两，请那个香菱了，香菱姐姐哈，帮我们调了两个酱哈，有一个是比较有。比较浓郁的香草的香草的油酱哈，啊，另外一个是百香果的油醋酱哈，所以有两个油醋酱的一个酱料，所以你两个都可以加，你就可以拿一点生菜，然后拿一点蔬果，然后再来就把它那个淋酱。那淋酱的时候哈，老师这边有帮你们准备哈，有。综合坚果，所以坚果也可以撒一点再上去，然后也可以撒一点葡萄干，哦，这样加起
起来就很丰富，对不对？哦，那老师昨天田里头也有采摘了洛神，哦，所以有洛神蜜饯哦，上次蛮受好评的哈，希望今天还是很受好评哈，所以这些都可以掺在一块都可以吃。然后再来的话是，另外我们贺德家有一个很重要的食物叫做鹰嘴豆，对不对？哦，我是鹰嘴豆的功效最好的是什么？鹰嘴豆它非常非常的营养，它大概是所有的维他命综合起来的这个成效这样子。那如果在阿拉伯他们那个地方是作为主食的，它非常好。那你们吃了以后就会知道，也包括我们今天要吃的那个丁壳小麦啊，这是圣经时代就有的植物的谷类。是唯一按照赫德加的说法是能够治疗人的谷类食物所以你们要好好享用。美甲美发，它比肉还会让你饱足你们等一下试试看。渗透肌肉跟血液，对不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赫德加很推崇的食物，叫做栗子。栗子老师的栗子，金老师栗子OK， 那栗子它最主要的是它的它几乎没有什么脂肪，你吃了不会长胖然后你如果生吃它，你知道对什么好？对心脏那像我们今天已经煮熟了，它就是健你的脑部，健你的头部。哇，补脑的哦。对，如果是糖炒栗子的话，你的脾脏会变好，然后会增加它的血液。如果你胃不舒服的话，你就把它煮成汤那栗子有这么多的功效要珍惜也常常吃栗子会维持你的身体健康。如果你肝脏不好你把栗子加蜂蜜一起吃，就像我们今天用什么蜂蜜，南姜茶一样。那南姜也是我们自己种在这个龙潭的花园里面挖起来的OK， 好，所以我们有清蒸的栗子。那我们我有一个上一次的志工好朋友香云姐姐她也有卤了很多好吃的卤味上一次是不是卤味大家很受欢迎，很快就抢光光了？ Yeah. 对，今天一样有四大盘姐姐今天又帮我们卤了四大盘然后也有一些蔬菜，然后很多的豆制品的都有那还有芋头，蒸芋头也有还有花生也有，还有紫米，香云姐姐还有做紫米糕，紫米糕。那碧云老师有准备了两锅的紫米红豆汤，所以最后甜点你都有甜点可以吃那还有很多的水果，那刚刚还有煎的张杰煎的什么？等一下，还有那个。杏鲍菇还在烤，杏鲍菇还在烤，还没出来。好，那我们等一下还有杏鲍菇会一起出来好，那我们就怎么样？不多说了。等一下，我先示范一下对，丽老师通常会先第一个先盛的，来，先示范一下蔬菜，对不对？蔬菜，你的青菜，然后你再夹一点，这个夹一点。这个什么生菜夹一点上来然后你可以夹一点，再来是鹰嘴豆然后你可以拿一点蜜饯，对，洛神蜜饯很好吃还有好吃大千老师买的法国面包然后超赞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拿着，然后最后淋一点坚果，然后葡萄干，然后再加一点油。